一人一对儿。这次要带我们练起来，练起来，练起来。是这样子吗，璇姐？啊，是，不是这个？这个在这边。哦，就转起来了。这我还真会，璇姐。我也行，咱哎，可以了吗？东北人必备技能。Like this. Yeah. 然后到时候我教你们这个立转，是拿这个地方，然后抓每个角，这立转立起来。这个需要拿。哇。咋样？我这个练练回去逗我女儿，肯定更好。我小时候还学过，我小的时候还会转转。哎，看，对啊，没事练一练啊，等哪天我们一起练啊。好。哎呀，你也会转，我们好厉害。我小时候也，我也学这玩意儿。你在国内有交到什么好朋友吗？比较少，因为就是刚刚来嘛，然后平时也都是一直飞来飞去，不会就是固定的觉得就是我跟你们玩得特别好。嗯，对对对。你是那种比较擅长交朋友的类型，还是说其实很享受一个人？就是我很喜欢有一个人一直陪着我，哪怕是我经纪人，他有时候说那我先走了，说啊你再待会儿吧，我就很喜欢有人陪着你。不然我会觉得，但你又不是那种主动会去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很矛盾。嗯，我其实特别黏，我觉得我妈会觉得你有时候就是有点过黏。那比较小女生一点的那种。你呢？你觉得你会跟就是你工作的？我是跟工作的一般成为朋友。哦，我其实我圈内朋友也很少。嗯，因为我是那种就我不太爱出去玩的那种人，就我很宅。就你也是被动的，就是。哦，对，我挺被动的。但比如说咱们在一起，我会很主动。那你们平时在家，如果会去跟朋友去干啥呢？我好像基本就是自己在家，如果不工作的话。我挺佩服你这种能在家就是。哇，我要是没事，我可以在家待很多天。在家待着，然后就还能家干很多事儿这种。可以不跟人讲话的待一整天。我完全不行，我必须得出。你必须得出去，然后还必须运动。还得你是社牛啊，篮球场那种就一帮大老爷们很快很快就能熟起来，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很纯粹。对，一个篮球，大家都是因为热爱篮球走到一起。研究个活动呗，明天。哎，对，咱650出个活动吧。然后轻松点儿，就别老跟他们整那个。嗯呐，别整太复杂了，就整点语言上的吧，别整体力上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你比如说你比如我猜类。哎，你比如我猜多好玩啊！咱直接整一个那种闯关游戏，像那个这种大冲关，就全都动脑的。就是里面可能你比我猜是一个环节，我答题也是一个环节，这样不用准备太多。而且至少你不得有点奖励啊，不然谁跟你玩啊？那是这样的，有一个活动，如果成功就可以得200贡献值，谁赢了这200贡献值就给谁呗。而且只要你报名参与，就有50贡献值。我觉得说少了，这个赢的贡献值是100，只要你参与就是一人1万。什么？当两天屋长，有点膨胀了，有点。了一开口都1万1万涨。我这不寻思跟你们几个这块这个、在外头跟你点头哈腰的，这是台里。台长永远是 number one。你谁屋长来？出去这门敬你一句屋长。在这儿只有台长俩。台长，其实我刚才也不是那意思。别整10000，咱现在要60都困难的，那个再整10000。不是这样，他的规定是这个活动只要成立了，参加就有50，然后成功完成了，但赌还得200。行，那咱明天就传这个事儿吧。传呗。走吧。谢谢孟姐。好吧。走吧。走吧，那走吧，孟姐出对，孟姐请客。那我得上去拿我的卡。哎，你拿那张2的卡，那个是咱房间的卡。走吧，谢谢孟姐，走。哎 ，Cici 呢 ？Cici 去直播。哦，走吧。弟弟有多少钱？不知道，400-500吧。那你比我多。不是，你是首富，现在是。
我想吃这个过桥米线。好，我来个这个可以吗？嗯。呀，提拉米苏，这个太牛了！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不会111一个吧？那不行，太贵了。哎，这泡芙真的可以。我想喝这椰子。开椰子老费劲了，不会开。啊，但这椰子感觉很好喝，我昨天就想喝了。这俩二选一，选哪个？选哪个？你俩你就定吧，我一个定，我也是。你们都不吃啊？我定吧。嗨，那我不客气了。你这俩选哪个？哎，孟子义，少花点钱，咱俩的钱。哦，我们少买点，我把零食都放咱们房间。差不多，请点 啊就行。拜。来吧，付钱吧 ，buddy。那边那边，余额不足。为什么？你不首付吗？你们说的我首付啊。拿错卡了，这么没诚意呢？拿一张没钱的卡。这是我自己的卡，孟子义的卡。那你们得拿二号屋的卡，大哥。可以设吗？扣我也拿二号屋的卡。那再扫啊！刷呀！要留了一手呢，孟姐。不是，因为我自己卡里也有钱，我心想先花我卡里的钱，再花我们房间的钱。那请客请的不是很诚意啊。哎，大家今天就卷成这样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一转眼一个人都没了。一帮子在菜地里头干活呢，这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一刻不得闲。走，咱们在菜地里薅两下，快。好。哇，这儿好漂亮啊！哟，这都是咱们的菜啊。对，是我们的菜。哇，这是什么菜啊？这是土豆。土豆可以，其实可以挖了。那个什么工具吧，丹姐别徒手了。这没有土豆啊？这不是土豆。这地方是土豆吧？这是土豆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土豆，应该是红薯什么的。红薯啊，那就没长好。红薯，你看这茄子多好啊！明天蒸一个，拿蒜泥拌怎么样？这可以。这里面还有好多。哎，明天做个蒜泥茄子。好。可以了，我觉得够了。别弄太多，我觉得够了。回去吧，咱回去唠嗑吧。走吧，唠嗑了。待会儿谁跟我上那个小卖部，我得去买点面包、果酱、花生酱、西红柿、洋葱，明天早上给你们做三明治吃，还有酸黄瓜啊。对，好。下面公布第一阶段的累计贡献值。完了，那我肯定是最少。好紧张啊，这个时候。是呢。王鹤棣200，汪苏泷70，辣木洋子61，吴牧野50，费启明50，王传君24，李雪琴20，宋妍霏18，董璇9。你看我一直是9，我从上一次9一直到现在。孟子义6，宋丹丹0。啊，不要给我了，我不要了。你没有，给你啥呀？我就是零啊！你们都是零。武大靖零，陈宇零，尹浩宇零。哇！为什么是零啊？武长，这钱还能用吗？这个钱能不能用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没啥关系，就是零。对对，无钱可用。我的钱就是零，但是我也还活着。似乎就是很神奇。啊！哎呀呀呀！在哪呀呀？咋的了？我整急眼了。来，对我负责拿着，你们怼。还没弄好，开心吧？学姐，你这个时候能不能帮我们再念一遍说明书？说明书上说，你们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，回去睡觉吧。这怎么安不进去了呢？得往上点，往上点。啥呀？我还对。就得来点硬的了，不行，要不然。是这个吗？刚才。再一个寸劲儿。什么寸劲儿？就直接搞里头。
弟弟啊，真的，天晓得一个篮球架，已经要搞到第三集了。加更吧，加更吧，好不好？投了，投了。动手试试。啊，感觉有点危险啊。啊！弟弟，退役行吗？白等。来来往往的朋友已经不想再关注我们了，因为谁会关注一群傻子？不要叫我们傻子，我不是。可以叫我疯子，不要叫我傻子。兄弟厉害啊！我真是干活一把好手。谁在说你懒？我给他递扳手。我也不是懒，我就是不喜欢做低效的事情。这个还不低效吗？但这个吧，他已经干到这儿了，也绝不轻言放弃。对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宝。宝宝宝，小可爱，他好温驯，我摸摸他。小可爱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他喜欢你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我们来这边吧，带你吃一些草。哎呦，开心的，他能吃这个草哈？可以了，就管吃了，现在。哇塞，哇，哇哦，是真的假的呀？太牛了吧 ！Yeah, buddy。哇，哇塞，这太有成就感了，妈呀！哎，你看这个咸菜也长出来了。你叫什么菜？就叫咸菜。咸菜。哎，后面那两块地其实我们现在还没弄呢，对吧？对。这两块地其实也可以是种上新的，对，留个脚栽点花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就那路边有一些花，移栽一下。那啥呀？碎木头，然后铺路的，这样就好看点吧，可能。哦，你配色厉不厉害？哟，好像有配色呢。这是往地上铺吗？这是就是你看这个那种细的那个走道上，就往上面铺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到时候我们得试一下铺多少，它踩下去不会全都陷进去。那还得铺得厚一点。对，得铺得厚一点。嗯。哦，还得跟那个颜色全都岔开，是吧？这是蓝框的，这肯定。蓝的就铺蓝的。啊，蓝的铺。红的。红的铺蓝的，对吧？就彩自古红蓝出 CP， 哎，然后黄的铺绿的，绿的铺黄的，是。哇塞，这太有成就感了，妈呀！哎，这个曲子好听，很魔幻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听那个胶卷唱片，我每次就是比如说工作到很晚，就是凌晨几点，有时候到八点，早上八点，哦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就坐下来听这个，就是，哎，我这就是我喜欢的，很爽。我自己还录过三盘了。做一个这种是不是很贵？对，它这属于是现在在做的。我觉得很经典 ，Zeke。不，关键他这个是声音是能摸得到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谢谢。我觉得应该把那个投票的那个阶梯教室整体改一下，然后把它变大，就在那个地方，要不然都浪费了。你说呢？投票那个就很，确实很浪费。我最开始以为是一个电影院，对，可以做一个电影院，一起坐下来看电影什么的，对，很好。